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五角星盒子。我用的正方形纸，边长15厘米，它宣用到剪。调整一下每个边，然后再展开，调整一下，这样一款五角星盒子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这是另一款五角星，这是立体五角星。更多视频请关注折纸王子，喜欢就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